现在我老舅多开心啊！或者是多雇几个人，或者找一个工厂帮我生产制作，让更多喜欢的人能够拥有一件我的作品。他们可能觉得我做的东西啊，在实际上啊用处不是特别大，但是啊能给别人带来开心快乐，这也是它一方面的作用。